不要啊，大哥，我求求你，算我求你吧，我这个还是可怜啊。才不要！当你啊取代我的位置的时候啊，我所有生活被你取代了，连我的女人都抢了、啊，就连我考试差也拿99分，鸡骨嘞，变成零鸡蛋，还给我妈妈骂，骂我三个叉叉好不胜过我啊！所以我打算要封你。如果我再回去黄金柜里面的话，真的我会在里面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比咖喱饭更残忍啊！好，我们做一个条件，如果我赢的话，你就要永远在监狱节目里面；如果我输了，我愿意过这个生活。OK，Steady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由我先攻，我召唤我瑟瑟柴犬，不干粮的回合结束。我的朋友托卡，我召唤我的瑟瑟柴犬，近战街瑟瑟柴犬攻击。现地开花后，不可以瑟瑟。发动我的魔法卡，黄金柜这卡从牌组里面找两个卡放进黄金柜里面，将对方的卡无效使用，回合结束。托卡，接着我发动我两个魔法卡，两个 token， 我召唤我的武士瑟瑟。靠，发动黄金卡。什么？没有想到这么厉害，回合结束。我的朋友抽卡，强制我发动，抽两张牌，发动我魔法，只是我发动一个魔术瑟瑟。居然这样，上当了！我发动我的陷阱卡吧。我发动我黄金柜效果，如果对方没有卡的话，将那个卡无效使用。走哈，真傻贱！终于可以期待生活。进行召唤，回去的。